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中国菜，当当，鸡蛋炒韭黄，这么东西怎么做呢？我这么我不知道，他要我做，我就做了。我今天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年轻的韭菜，开始啦。是要怎么做呀？先拿一个细色，帮把饲料袋剪开。哦，这个韭黄在泰国麦克隆就已买得到，我也没有试过，他试过，我今天做给他吃。我再给他炖一个排骨。我给他炖一排骨。我给他炖一个排骨。我给他炖一个排骨。排骨。排骨。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想不想吃？想就吃啊！看看我真绝皮吧。想吃的话就看看我的视频吧。想鸡不好慌，不是想鸡吧，想吃的话，想吃的话就看看我的视频吧。有看看我的视频吧，欢迎你们给我点一个赞，欢迎你点一个赞。谢谢谢谢，欢迎你们关注泰式达达达，快嘛！你这都太就打打打打打打。OK， 好，把拉起来抓。然后把那个菜板子，菜板子，这个是菜板的，菜板的。学会了，菜板子，然后菜板的。拿一个盆儿，拿一个盆儿洗一洗。洗洗，拿一个盆洗洗。拿一个盆洗一洗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这个洗洗。这个叫什么？韭黄。这个是什么韭黄？我说中文的不太好，希望你们能理解。希望你们理解。希望你们能理解。希望你们能理解。我要开始洗它啦。洗。洗。先把这个东西洗一下。怎么洗干净清清呢？说一下你可以呀、啊。涮一下就可以。说一下就可以呀、啊，因为它已不脏。OK， 好吧。然后我们拿一把刀。对，切。切。切成四厘米的小段儿。切成四厘米切小段，切成四厘米洗小段，切四不四厘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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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三厘米吧，三厘米吧，啊，三厘米。哎呀呀，太长了，收乱了。两厘米吧，两厘米吧，也可以吃。小心我的手，不要下的手哦。来，来，完了，完了，放到盆里，然后从冰来着，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硬辣椒。两个就可以，一、二，好啦，给我，八，洗粉，洗一点，然后下，好了，切成丝儿，切成丝儿。加上丝儿，
不要，这个不要，因为现在一宿我们天天在这做饭，我们都要好好过日子嘛。虽然你们听得有点费劲，虽然你们听得有点费劲，虽然你们听得有点费劲，但是呢，我很开心就可以了。我很开心。先把你嘴的东西吃完，就 finish。我很开心就可以了。好。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来几瓣蒜。来，切成片，小心手哦。这个是大蒜。下个就是菜板子，我就在菜板子丢大蒜。我好开心呐、啊，我好快乐啊！拿几根鸡蛋。先拿一个碗，这个叫打鸡蛋，我需要三个鸡蛋，我刚打了一个，弄地上了，哎呀，我是一个拯救的人，我马上就给他打扫干净了。我真是个好女孩，再打两个鸡蛋，来吧。好吧，拿筷子。喝了，搅拌一下。大家看，我这个鸡蛋很棒，洗锅抽油，我开灯一下，由我热锅淋油，一点点吧。这个是橄榄油，健康又好吃。大家看，拿一个铲吧。等一下，好了，你们好。可以了。放鸡蛋。沿着边放。沿着边儿，哎呀 ，OK， 听见滋啦啦的声音了吗？今天是滋啦啦声音的吗？我录个视频，这个是太费劲了，但是我很开心。知足常乐，希望哎呀，服了，来，欧尼，现在鸡蛋炒完了，再加油，放大蒜。你们都说我这个视频
我喜欢菜食品呢、啊，然后放。来，抽烟，你抽烟，你呜呜，为什么？失牌了。不会做了。OK， 我不会做了。我不会做了。最哎呀。最后。最后。还得。还得。拜托他。拜托他。每天我好幸福啊。又要吃中餐了。中餐已经让我胖了。中餐已经要我胖了，此事情啊，但是好吃，但是好吃，你想不想吃？你想吃也吃不了，便是我给你吃不了。你想吃，我给你吃快递，吃掉。这个韭菜。这个韭菜炒成这样，里边全是汤就可以了。放鸡蛋。我感觉今天这个视频一下子了。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厨房给打扫干净。我们厨房给你们厨房给大家进。行了。行了。怎么样啊？今天我说中文也好累啊。吃饭，呀，酱。你们看看啊，韭黄炒鸡蛋，把厨房收拾干净，待会儿就吃饭了。哎呀，你看这饺子让他给煎的哟，还有那个鸡块 ，chicken nuggets。开始吃饭啦！看着他。尝一口，尝一口，尝一口，你尝一口。嗯，好吃。好吃是吧？我要麻辣。好吃。一遍。我要麻辣。我要麻辣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。